288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让他们拉一下啊！咋地？怎么进那个房间呢？自定义吗？按自定义，然后搜索是吧 ？OK。是的，搜索名字。那是什么歌呀？为什么我打不了中文呢？哦，大哥，你不用，你去那个自定义，你点击一下蓝圈攻防战，第二个就是。哦。哎，那首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是什么歌啊？是什么歌？是什么歌？不知道。是什么歌？没听过。哼一下，说是。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，这个你们不知道。等我你打一半，我给你来一段。你不要这样看着我。哎，不是这个，不是大哥，这是我知道啊。沙克经常唱的那个，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。他是花脸儿。我怎么感觉你是原唱歌手呀？原创他是，他不是原唱。对啊，原唱歌手。你不是你。哦，是你不是你。我不是我。我不是我。对，你不是你，你不是你，你不是你啊！我不是我，那就是我，我就是我，我就是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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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好专业啊！这不音要盒吗？呢？等你们上去，我给你放歌。就是你，等你杀人，我给你放歌。我还是喜欢我的卷饼烤烤，卷饼烤车。你们怎么骂人呢？怎么骂我？卷饼卡车是什么？卷饼卡车好像有点印象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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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谢谢 DG Written 的钻石粉丝，谢谢你。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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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把换个人报，换个人报，这个真是丑的一定境界了。怎么报人呢？暴饮按 H， 按 H， 按 H， 把他打倒之后贴近点按 H。哦，好，你想抱谁？我们可以帮你打伞上去抱他。我想抱你。哇哦，那我倒不太了。哇哦，他白了，他白了，可以抱，等他倒了，等你倒了，我就给你抱走。OK， 你别拿我尸体挡子弹啊！我刚拿他队友尸体挡过，对面是真猛打。C 哥，你没去 BW 吗？没有呢。怎么回事呢？报老凯。怎么不去找 B？ 怎么不去找 Saki 了 ？BW 太远了，第一、第二就是 BW 人太多，第三 DW 票不够。哦。你们晚上还吃夜宵吗？吃夜宵不？是的，是的，打完这个就去。哦。哦。哦。我去过一次那个。红猪打完坐个高铁，赶紧过来吧。我看看，我今天有，他明天就走吗？赶紧过去吧。明天不。他明天不走，明天你们还吃吗？明天我们要，明天好像波神说找了个诡异密室。那算了。中途去吧。我真该去的。我去个灯。去个灯。回去云南有打自由没有伤害吧？怎么办呀？没有伤害，没有伤害。我大哥刚才拿雷，我大哥拿雷炸你们的都没伤害。说实话，没有伤害吗？哦，没有吗？有啊，我上一把给队友打死了。哦，没有，先打我一下，没有吗？打我一下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你走出来再打，
没有，哦，好像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刚拿锅敲我的，那只是打到有反馈。对，勇敢勇敢，我的朋友，我冲了，我跟了，不是你冲锋，我冲到对面家里了，怎么回事 ？OK， 人呢？他们堵点了，说是人呢？哎，里面有个人，右手的，正在干嘛？怎么有个人啊？看到脸啊？这是什么？快来了！我怎么有地上躺个人啊？最后一个，这是装尸体是吗？自知兄弟，快把兄弟抱走，必须扛走，必须扛走，兄弟抱走，要走，要没气了，别包了，要倒了。啊！要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赢了，结束了。有个人在地上趴着装尸体，我一看呢，这是。怎么个事儿？前面四驱兄弟说是，跟我讲怎么个事儿啊？再这样玩，我这个闪光弹，我直接在他们包点，我们冲进去，他们全部哭。OK， OK， 没问题。OK， 有没有借一百块？我丢，有。怎么丢钱？怎么丢钱？按那个，然后左边有一百呢。有了。来，因为忘记走中路。我忘记了，走，大哥，咱俩直接上。走，有人吗？没有人啊，他们堵点。哦，有音，干啥呢？我没看到人的。他们又趴到 A 去塞屁股了吧？没瞅着人啊，这里有一个。哎，有人，有人，我来塞，好闪光，走，进门。哎，对不起，这是谁？找到他，救我一个，过他，哎，这自己人的，哎，中了，哎呀呵，中间两个，好，我先下蛋了，兄弟们，好的，打个绷带，我救人，打个绷带，我帮你们，还有闪光吗？我有闪光，哎呦，我给你来一个，哦，我直接绕后，好，来了，好，我直接绕后，来了。好，牛逼！还有俩，没开出枪来。哎，耶！我到他们家了，别急，我到他们家了，我看人搁哪呢？在这儿，猴哥，猴哥在这儿。好 ，MVP， 猴哥，还有一个，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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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，牛逼！哎，嘟嘟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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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我都到他们家了，我扛着他的队友到他们家了，他们也没管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们三个人抱在一块，他们想了一会儿，这人是谁？打是不打？打是不打？再买一个喷，这么近，开什么镜？再买个这么近就不用开镜了吧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们直接闪光弹覆盖，朋友们。闪光弹，好，我来买一个。也买一颗，我买一个。走 B 点，闪光弹覆盖。我该走 B 点闪 ，B J B B 点闪光弹覆盖。OK， 走。OK， 走，我从中路包夹 B 点，闪光弹覆盖。OK， 他们也丢闪光弹了。那是我丢的。没事，我走这边。箱子有一个。闪光弹覆盖。好，闪光弹。来了一颗。哎。哎。我牛逼，倒了一个。哎，有闪吗？没有闪了。只有一颗，只能买一颗。这是我的任务。牛逼，再干一个。还有吗？搁外边。哎，嘿，屁股后面。哎，团，嘿，也不鲁。阿松，哎，他死了。扛走一个。我扛走了，他救不着。哎，我来人了，我救救，快救救！你在哪儿呢？来了！哎呀！哎，救不着了。我给他抱过去的时候，这个，刚好有个人过来了。这个 PUBG 里面的那个就是 pick， 就是那个 pa pick， 是不是不能跳啊？Pa pick，
好，对，就是他一出来，你发现他是趴下的，就是那种，是不是不能跳啊？他一出来什么意思啊？没明白。比如说，你看，比如说，你看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在这个地方、嗯、啊，你在这个地方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我要 pick 你、嗯。比如说我过来、嗯，我是不是得不能跳？我得直接趴下。对，你要 A 加 Z、哦、才会扑得快。OK， 懂了。他说那个要 A 加 Z，、嗯、就是快速趴下才好，对吧？快速趴下，我直接开快速趴下。先是 A 加 Z 吧？对，哦 ，C 加 Z 吧？对 ，C 加 Z，CZ，CZ， 对 ，CZ，CZ，CZ 是。来，猴哥，帮我挡住，我直接去了。我已经有盾牌，我放了个盾牌。有没有闪光？有没有闪光？哎，盾牌呢？有，有没有闪光？谁给盾牌拿走了？没收了，盾牌有没有闪光？有，我帮你拉，帮你干拉。发誓蹦！哎呀，后面有人！哎呀，舅舅，哪里有人？箱子后，谢谢溜的屏，感谢 ZM。牛逼！救人！哎呀！哎，这谁呀？这兔耳朵！哎，嗖！这么吹死一个！哎，穿雷！哎。还有谁？谁？不知道。谁？还有谁？走，逮捕。哎，那些蒜头王八猎人和持枪刺人和猴猴，那就可以追他，可以追他。哎，追他！哎，我怎么倒的呀？他在这，你在那卸钻石，我在你后面开了六枪，你在那卸钻石，他对你开了五枪。我以为我们家人呢，这哎呀，我都没看到。他一直在开枪，你知道吗，大哥？你没听着吗？他一直在没听着、啊，我给你转钱。我以为是你们在开枪。对呀、啊，我不是我们，他一直在开，我看着他开。哎呦，我谢心意的三个钻石粉丝来，兄弟。我还以为轰轰把队友打倒了。我说没有，我扛的是别人。轰因为我看他也没打中人，我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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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这绿恐龙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完了，万元户有一个，一万块。我给了大哥好多钱，不知道他起没起。一万块。起了，我这都拿，我直接花没了。180。OK， 我们有个兄弟掉线了。完了，他掉线了。没事，不需要他了。哦，来人了，家里。前压。我打好肥，开始玩前压了，他们。快跑！你狙他！点油桶可以。大哥他过来了，大哥。点燃油桶。好，油桶。哎，好嘞。我在这边缠个绷带。救人！哎，缠个绷带。哎，哦，哎，给他火化一下。哎，人呢？他们又跟着趴着了。完了，我的油桶还没火化。我看看。他们堵点了。哎呀喂！我们阴起来了，堵点了，哎，有 B 点了，堵 B 点 ，B 点有 B 点吗 ？OK。哎呦！谁的喷子？哎呦我操！大哥，我给你立个盾牌，大哥。好，你立。呸！中路有个大地雷，别打着了。右边了。他家刚有一个走中路了，他家。哎呀，他立了。朋友们，中路。没事，兄弟。家里来了一个。我先将他拿下。五边来了一个。好，阿迪，别操你们屁股啊！好枪 AWP， 别急，搁哪呢？那人啊？屋里，我需要一个别的枪。哦，哎呀，哇，这干啥呢？还剩一个，两个，对面要拆了吗？我人埋包上，就在这儿呢。你这么点血的话，如果你能1v2的话，我将在618如果开一个
一个会员。一 v 二就开会员吗？那没了，拆除了。可惜。一 v 二吗？真的吗？完了，没了。没有，他说刚才那一波。OK。他说你刚才那一波，你要能一 v 二，他就给你开个会员，说是。洗大猪玩完喽。OK 洗。哎，你们能洗锅吗？把锅丢地上呗，你们把锅然后丢地上给我用呗。那你得借我点钱呢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借我有我有我有。给你我钱了吧？先给大哥了吧，亲。哦，你来，你来。我。这样我就一二三四五五口锅，少一口，不要了，走。走。我起锅，油也带了。起锅烧油，炖豆腐。咦？给你枪哪个？没有人啊，好像又在 B 点啊，朋友们。怎么脚底下，脚底下。我有枪，我有枪。脚下。我有枪，我有枪。好好，那你给我这个，我给你那个，我给你那个。OK， 我只是手里拿个雷而已。那你得把子弹给我，大哥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OK， 我直接。被逮住了。被逮着了，中路压过来了，中路压过来了，中路过不去。来喽！我操，这能救吗？跳来直接救。没事，救一下。不让救吗？行。哎。下完包以后给他放桶油在上面，人走烧他，你说烧不烧吗？没找到吗？好像可准啊！右边来了，右边来了一个。没事，等会儿。右边一个，地方到一个。啊！起锅烧油开饭。走。哦、这个，他这个那个，哎，真是哎，算了。哇，很美味，还有枪皮肤，这个、不是那你看，肯定是有枪皮肤。很美味。耶、yeah. ！你好像端把小水枪。没事，我决定这一步就蹲到这个位置。我跟我前面就是这个小巷子里面有我的尸体，进不来了。尸体里面有我的 AWM， 记得帮我捡一下。好嘞，好嘞，捡捡我的狙。小巷子里。我才不买呢。哎。左边来了。看到。他是没看见我吗？牛逼！左边还有一个，我有啊，还有个，我有。我难道说？难道说？我说这波，左边，很冷静。好嘞，我看着了，我找到他位置。很冷静，不开心。他好像在拆。冷静，不开心，打头了。我直接给你拿枪，在屁股后边来了一个。没事，欧哥。二十个子弹够吗？他为什么不理我？可惜，他拆不了了。拆炸弹，我拆不了了，来不及了。能拆？来得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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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秒拆。来得及吗？嗯，好像多了我们0.5秒。哦，一秒，没子弹了，这也放啊？这也放？给人家放啊？有电线，放砸出去，砸出去。放纵了。你为啥不瞄准？妈的，我能瞄准的话，那我能不瞄准吗？你想想，完了，钱没花了，完了，钱没花了。我买个雷，你们可以试着买桶油，给他倒那个包里。要有钱就买，可以尝试一下。我没法撤回，我要能撤回，我给就撤回了。哎，请问怎么买子弹？子弹再买把枪，打完了吗？再买把枪不就有子弹了吗？谁哥，有道理。OK， 我等会买点油。我这一颗雷将非常的重要，直接炸3个，炸死6个。他们撇烟了，来人了，来了来了，好几个好几个，来力，近点来了一个。炸！好，牛逼，炸了！好，炸我一口，腾飞一阵，手捧雷。哎，残的，这个，我的通道里面有一个，被他看见了。手捧雷。哎，好枪！还有一个在这个，还有一个了，就在这里面。
这个小恐龙我太喜欢了。他去拆了家里。我拿了队友刀子弹，我拿了队友给你刀子弹，我拿了队友给你刀子弹，没事。我拿队友给你刀子弹。哎，我这招行啊！他拿他队友帮我，这招直接拿个雷冲，往挡住队友，往他妈人群冲。队友了，给他锤了，捏一颗雷，直接往他们人群冲行啊！我看，嗯，啊，他没子弹了吗？他有子弹，他没，不是他看着我发呆。手捧雷，朋友们有没有雷给我来一颗？可以，我也拿雷，我也拿雷，给我来一颗。我跟对面爆了，好像只要拿一颗雷怎么办啊？那算了，那就放家里欧吧，不管了，或者你们拿走。跟对面爆了，我就你旁边，我站你后面，我站你旁边，哎，那个、okay. A 点给我一个人 ，A 点给我一个人 ，A 点让我一个人 ，A 点让我一个人，谢谢谢谢。好好 ，OK OK， 一点一个人，跟着你，走走，猴哥，我拿雷。跟对面爆了，这么的，我们就守在包点，他们进来，我们直接捏弦儿，然后直接给他们炸死。可以 ，OK OK。我在这里给你们看着啊，他们来没来人？来人，我告诉你们。行，我们一起干。看谁敢进。我只有烟。没事，先封个烟也行。看谁？没有。哎，进你了，小恐龙进来，哎，嗨嗨。就来一个，就来去。油都挺准的，看要换位置了。长脚，长脚，我那里有油，我那里有油。还有种油，还有种油。两个，还有一个。哎呦，我操！哎，说话你，操！说话你，没瞅见他，没瞅见他呀！我提贵。哎，这个是 A 被突破了。A 被突破了。哎哎，你还拎着油？哎，我在看你。坏了 ，B 被突破了。屁股拉人了，这咋回事？没事 ，B 还有一个。哎，我搞了。里头还有谁在爬墙？是谁在爬墙？不知道。哎，西哥，你看地上的油灯。哦，不行不行，把它丢了，换一个俘虏。直接拆，西哥直接拆，没假拆的，直接没假拆的，直接拆。真拆！玩手机就玩手机。太烂了，真拆了，包都不收了这。哎，去找你们了呀？这要是我呀，刚才我见到同桌那一幕，我已经给他两枪了。哎，这边给我一个人，这边给我一个人。因为同桌出来的时候吓我一跳，别心脏了，这么近。Oh my god！ 忘记放音乐。手榴弹，臭小子。8:14，是不是得加快进度了？没有，没有。要放慢脚步，要放慢脚步。哦，行，那行。哎，放慢脚步。我买点烟儿。玩会手机。哎，我想买狙的。算了，等一下。直接倒油。再买个桶，对，直接倒油。去倒油。同桌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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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要。我们 B 点没有。丢雷了。丢雷。完了。烧着了。搁这能救，搁这能救，直接来，直接能来。我怎么救你们？连头秒了。哥，这能救你，先救他吧，你救他吧。好。完了，没来得及倒油，下回先封个烟再倒。哥，哎，下包，当我们面下包。喂，经典来了，经典来了。哦，原来这里有人啊。大哥，他们进来下包，你就在这给他炸雷啊。对。哎。嗯，他们都在包点呢。但他们人都在那边。哎，这个我给他刀了！哎，他们咋没来 B 呢？哎，没来，下包了！哎，给我烫着了，差点没给自己烫着，不凑巧，跑了，大哥跑了，我身上啥也没有，我身上啥也没有，一打六，你怎么直接干进去，连上，拆包，猴哥。你咋还有个雷呢？拆包啊！你上哪捡的那么多雷啊？直接去！哎，没人手包，我操！全是他们不知道。咋给你走进去了？这样拆包未免有点
未免有点不是很好吧。不行，得买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得先搞颗烟，把那烟抽。封烟，封完烟了以后扔闪光，藏在烟里面，等他们下包，在烟里面把包拆了。也可以，我把油先下了，你让他们下包。OK。对，把油先下。哎，最好是买盾牌往那儿立，这样看不见是吧？立完。我有盾牌，我有盾牌。我买四个盾牌，四个方向立。我直接过去立盾牌。好好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直接撤退，你好直接撤退。嗯嗯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我现在老白了，我操！哎哎，我在哪儿？哎哎，我们的 B 点油到好了，等你们。我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我在这边油也到好了，我在这边油也到好了，我在这边油也到好了，我躲起来了，我躲起来，我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这个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后面有躲起来，那里面都是油。好嘞好嘞好嘞。下包。哎，我怎么倒了呢？后边来人了。我们进点 ，OK OK， 中路中路中路。把油点了。我又点了，我又点了，我又点了，他们两个全烧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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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开不了枪，打不了我，我救人，烧倒一个，好救，我也来救人，我来了，好好，好好好好好，哎，哎，给他又烧死一个，又烧死一个，又卡卡住了，第二个 ，OK 好了，那个在标点那里，全白全白，两个两个都在，包在这包在这，跑了，他们扔了。包在这，人在这，人在这，人在这。他那个包出来，他那个包出来。他拿包炸我，他拿包炸我。我知道，摁拆，是个直接摁拆。我摁拆，我摁一下，我摁拆，我给挡着摁拆。谁给我盾牌？没事，我拆掉。哈哈。啊？节俭是个什么？节俭。可能我们都没集家吧，节俭。你这盾牌立地方不行啊！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。他们人，他们人来太快了。烟必须得有，我继续逼大友去了。他们只打 A 呀、啊，爸爸打 A。OK， 躲起，我直接去 A 躲起。OK， 那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地上怎么还有人？没穿的甲，新的吧？嗯，新的。可能有了，他又买了一个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们上把不都没了吗？怎么会有呢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盾牌立在这儿。咦？咦？哎，有雷有闪。我完了完了，有大兵大喷子，我搞不了。我操，有雷！啊！怎么到你了？哎，什么情况？是怎么过来的？嗯，就打 A， 他们就到脸上了。完了，被逮住了。这回头连队友都打。这谁回头连队友都打？有没有枪？你们舞台很大，一打五。没有枪怎么打五个？这小手枪。哎，这个盾牌是不是只能在包点立啊？怎么我在这儿立不了啊？不是，不抢啊！不知道啊，地方要够大，地方要够大。买个甲，买个雷，我不能买这闪光弹，我一买闪光弹老闪自己，我老忘了是闪光弹了，我捏手里自己爆了。他很快，他会比那个我买四个盾牌，封烟进去拆，直接把它包。Okay. 我买了个盾牌，哎，我得买颗烟。不不不不，因为要打到九点的情况下，应该是六比六平，然后加时下一把，下一把，然后七比零结束。OK， 对吧？没错吧？这样差不多九点钟吧，差不多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把差不多，然后我们还得打两把呢，一共五把吗？还有五把呢，不是五局三胜吗？五把五把，五局三胜，虽然是三胜，但是这那两把还得打。哦，啊，那啊这样，我以为那可以耍了。冲进来了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左边烟你还有个倒的吗？崩了，左边的。哎呀，那个雷，他们也会了，他们也会。这是叙利亚吗？哎，两个，
屁股是谁啊？这个一钢锅一钢锅，急了急了急了！这个是谁啊？急了，这个谁？我给他一钢锅，他急的拿拳头打。还有两把，40分钟，20分钟一把，朋友们 ，OK，OK，、OK OK、刚刚好。